好，我哋嗌下口号啊！监警变撑警，监警变撑警，独立调查警部，独立调查警部，制裁滥捕警员，制裁滥捕警员，重组警队，重组警队，停止滥捕，停止滥捕，监警变撑警，监警变撑警，独立调查警部，独立调查警部。制裁滥捕警员，制裁滥捕警员，重组警队，重组警队，停止滥捕，停止滥捕。好，右边嗰个喺右边上面，右边。咁多位望望呢边啊。中间唔该。右邊咁多位唔該，右邊。中間好，中間先。可以。好，再望一望呢邊啊。好，好少少，少少啊。OK。好，影多張啊。监警变撑警，监警变撑警，独立调查警部，独立调查警部，制裁滥捕警员，制裁滥捕警员，重组警队，重组警队，停止滥捕，停止滥捕，监警变撑警，监警变撑警，独立调查警部，独立调查警部。制裁滥捕警员，制裁滥捕警员，重组警队，重组警队，停止滥捕，停止滥捕，好唔 OK 嘅话，我哋坐低啊，咁我哋摆翻啲名牌先。
示威。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是油尖旺區的區議員林少斌，我亦都是油尖旺區議會保安事務工作小組的主席。今天呢，我們的記者會主題就是回應翻監警會在前日發表的一份報告。咁陣間咧，除了我會發言之外咧，亦都係有四位在太子站831事件被捕的朋友咧，佢哋會逐一發言嘅。咁今日在場嚟到嘅咧就有三位，咁而另外仲有一位咧，佢係不能夠出席，咁但係佢係錄咗音，咁陣間都會係播翻佢個聲帶嘅。咁而最後咧，我哋亦都係會播六條係太子831事件嘅片段。咁嗰六條片段咧，都是由被捕人士和乘客提供給我的。咁陣間咧，我哋會逐一播放啦。咁而嗰六條片入面咧，應該係得一條係曾經擺過上網嘅啫，有五條都係從來未公開過嘅。咁喺正式進入記者會之前咧，咁我想先講幾句開場白嘅。咁前日咧，監警會就發表咗一份報告啦，就去回應翻警方喺過去一年在反送中運動所涉及的一些警方行為的一份報告。我自己作為油尖旺區的區議員，我的選區呢就其實就是太子站了，旺角東。我的選區範圍就是旺角警署的太子站。我當看到這份報告出台之後呢，我就感到非常非常憤怒，因為這份報告完全是一份撐警的報告，監警會淪為撐警會警方的啦啦隊。他這份報告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去批評示威者的暴力，而沒有去質疑，甚至是沒有去懷疑過警方的執法是存有問題的，是非常之離譜，完全是一份垃圾，是沒有辦法解決到現在當下非常之嚴重的政治問題的。以下下來我交給被告人士呢，去講翻佢哋嘅一啲感受啊，佢哋對個報告嘅睇法，又或者當晚喺831發生嘅事。咁首先第一位咧，就係阿梁耀庭同學，有請。係，大家好，我係梁耀庭 ，Tex 就係831事件其中一名被捕人士啦。我相信即使隔咗咁多個月，當晚喺太子地鐵站發生嘅事依然係在目嘅。亦都大家見到嗰晚嘅香港警察係用幾殘暴嘅手段、幾無理嘅策略去對付一班只係搭地鐵嘅普通市民啊！咁直至今時今日 ，OK， 監警會終於推出咗一份所謂嘅調查報告。呢份報告無論係由資料搜集到寫嘅言辭，到佢自稱佢有嘅成效，都係荒謬。佢調查方法，佢話會向公眾諮詢意見，我哋被捕人士一個都冇問過我哋點樣睇嗰晚發生嘅事。由第一步開始，佢已經做錯咗，冇辦法有一份公正、持平、中立、全面嘅調查報告出到嚟。到佢入邊嘅言辭，一再將普通市民、乘客描述為窮兇極惡嘅暴徒，呢樣嘢絕對不符事實啦。亦都會將好多政治立場、政治意見滲入喺報告裏面，話我哋普通市民嘗試喺車上面私了其他人啦，呢啲又係唔合事實嘅描述啦。咁甚至呢份報告亦都證明咗監警會嘅制度係幾咁無力，佢一再以自己冇充分職能為由拒絕調查警方嘅行為。呢個正正證明了大家是時候放棄幻想，要全面支持，要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解決呢咁多個月以嚟警暴的問題。另外，我亦都懇請各位望住呢份報告，淨係831嘅章節，洋洋灑灑十多頁紙喺度討論嘅公關問題，話有沒有人喺太子站入面喪生？我想講，即使呢個問題我哋今日香港人未有一個答案，未有一個真相浮現到出嚟，但係警暴嘅受害者係確確實實存在，甚至我好似我隔離呢兩位咁，我哋都係受害者之一啦。大家應該將注意力放翻喺關注警暴上面，呢個正正係呢個運動持續咗咁多個月嘅原因。我哋要做嘅係為我哋呢啲受警暴摧殘嘅受害者爭取翻公義、發聲，亦都係時候
知道自己要怎樣應對香港政府、香港警察的策略，不要再將時間浪費在跟他爭拗這些公關問題上。他們錯就是錯，這件事是不容爭辯的。我亦都希望各位這麼多個月的警暴的受害人終有一日可以爭取到公義。多謝大家。好，唔該曬啊，梁同學。咁跟住落嚟咧，下一位叫做 Ice， 咁佢都係喺831事件入面被捕嘅。唔該。大家好，我係 Ice。我前幾日睇完監警會發表嗰份報告之後，其實我都係無言以對嘅。簡單啲嚟講，其實我會覺得嗰篇只不過一個閱讀報告咯。警察交咩上去，佢就睇咩，跟住仲有好多啲資料其實係 cap 喺連登啊，或者普通新聞度睇完，然後佢就咁講翻出嚟就算數，完全冇調查過。而我發生被捕嗰個地點咧，就喺扶手電梯嘅。我有睇佢關於嗰篇嘅報道啊，所謂嘅調查，其實只不過好片面，之前略略提一提嗰個位講一講，跟住就完全冇深入講解過警員究竟喺嗰個位使用咗啲咩武力啊，嗰個咩情況之下用嗰啲武力啊，咁我就喺度講下啦。咁我就喺電梯嗰個位被捕嘅，而被捕嗰陣時已經上下電梯出口位已經有速籠同埋防暴包圍住我哋噶啦。跟住喺嗰個位，其實我哋已經被捕咗噶啦，已經知道。跟住佢哋仲不停咁對我哋呢啲拎警棍毆打啊，拎胡椒噴霧係咁近佢嚟噴我哋啊，然後就上下警員一齊打我哋咯。而落扶手電梯個位就係有防暴警員係踩住我哋啲背脊啊、人頭咁樣落嚟嘅。我哋嗰個位已經係極細嘅，已經冇位喐噶啦，但佢係 keep 住一對一對人踩住我哋個頭啊、背脊落嚟，途中一路落嗰陣時，一路向我哋毆打啊、辱罵啊。呢日就係大致嗰陣時發生嘅事，而份報告係冇講過嘅，所以我會喺度簡單説明一次俾大家聽。所以份報告係完全避重就輕啊，幫警察嘅，完全冇真係調查過嘅，純粹片面講翻出嚟嘅啫。好，唔該曬啊 ，Ice。咁下一位咧，都係喺太子831事件被捕嘅，叫做 Big I。唔該。大家好啦，我係831被捕人啦，咁我叫 Big I 啦。我想分享一下關於個監警個報告，同埋我當日簡單講一講我遇到嘅事啦。咁首先咧，我嗰一日就其實搭地鐵翻屋企嘅，咁啊，然後就遇到太子嘅事情啦，咁我就俾警察拘趕到去嗰個我月台嗰條電梯嗰度啦。咁但係喺當時候，佢哋就不斷都即係我哋已經係冇反抗同埋冇呢個嘅都知道自己被捕㗎啦。咁然後佢都不斷咧向我哋噴胡椒噴霧啊，將其他人推落個地下啊，跟住就再用警棍去毆打我哋啦。咁當時我哋仲要係留意喺嗰條電梯嗰度咧，咁上層有呢個防暴警察想落嚟，即係匯合下面嗰層嘅警員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就咁樣毫不留情咁樣當我哋係一個死物咁踩啦。咁佢哋嘅行動其實係即係除咗我哋之外啦，其實好多人都被影響，佢哋無差別咁影響所有嘅乘客啊，包括一啲嘅小朋友啊、長者啊、家庭主婦啊。咁我當時咧都已經被警察制服咗咧，咁但係我都俾佢哋用警棍打傷咗嘅。咁關於個監警報告咧，其實個監警嘅報告，佢哋認為警察係應該要再獲得更加多嘅權力去對待示威者。咁其實我覺得呢份報告咧反映出警方嗰個心理狀態啦，其實出現好大嘅問題。因為咧，其實我個訴求好簡單，我就係要求管制翻警察嘅行為。而其實我哋有一份嘢係警察通例啦，大部分都係公開嘅，但係涉及武力嗰份嘅29章咧，就由回歸前係公開到依家就已經變到消失咗啦。咁而且喺呢一啲嘅使用武力嘅指引，我哋知道過去嗰一年咁不斷係將呢個指引去放寬啦。咁然後係變到依家個情況就係警察咧係冇需要對自己嘅行為負責嘅。咁呢啲咧咁都影響到佢哋使用呢個致命武力嘅門檻啦。即係都見到開槍嘅警察咧，全部都升官發財嘅。咁如果咧，警察可以由佢哋過度同埋唔適用嘅武力
嚟開脱佢哋嘅責任咧，唔需要追究嘅話，咁你認為佢哋打嘅，即係佢俾佢哋用武力打嘅人會點樣樣回應咧？警方嘅行動啊，其實顯然真係會引起我哋好多嘅恐慌同埋混亂啦。睇起嚟咧，佢哋使用嘅武力都好唔合比例，亦都好唔專業。咁如果我認為，即係所有武力咧，如果你達到你個合法嘅目的嘅要求，而達到目的之後咧，其實你就應該要停止嘅。咁喺即係我哋嗰班被捕咗，無論三號月台、四號月台嘅人，即使係示威者又好，然後俾你制服咗都好，佢已經俾你制服咗，咁你就要停止用你一切嘅武力嘅。咁我引用翻啦，最後引用翻啦，機動部隊搜查嘅規定啦。警察用警棍嘅時候咧，係唔可以打頭，唔可以打頸，唔可以打背脊，亦都唔可以打關節嘅。咁但係我當晚所遇到嘅情況咧，咁我嘅手關節啊，我嗰啲背脊啊、頸啊，都俾佢打傷曬嘅。咁而且咧喺呢份嘅監警報告度咧，即係好刻意將呢個警隊咧喺呢件事上面，佢都係被害人。咁然後好似話講到呢件事就係咁樣樣發生啊，警察都好努力去面對呢件事，咁但係其實由頭到尾，佢哋點樣樣去使用武力嗰個嘅原則咧，都係冇去探討過嘅。咁最後咧，我就光復香港嘅事務革命。好，唔該曬三位。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會播一段聲帶。咁佢都係太子八三一被捕人士，叫做 Luca。好啦，我依家播一播啊，睇下啲聲點樣先。冇畫面嘅。我係八三一太子受害其中一位被捕人士。我重新講過。啲聲夠唔夠大聲啊 ？OK。我係八三一太子受害其中一位被捕人士 Luca。我想分享一下當日我喺站內被捕前後所遭受到嘅對待，同埋對監警會近日出嘅報告有少少睇法。首先在八三一當日，我是收到港鐵廣播要求乘客離開地鐵站，但是當我登上電梯打算離開的時候，電梯盡頭已經被防暴警員用長盾擋住，而月台方向就全部都是竹籠。當時在電梯上面的人都很驚慌，但是我們並沒有作出任何反抗，但是我們在很惡毒的情況下都是被情緒激動的警員用棍打，還有用胡椒噴霧對著我們無差別地射。另外，處於上層的防暴警員落嚟底層同樓下邊月台通路匯合的時候，係其實踩住部分被捕人士咁樣落去嘅。呢一點係比較少報道所提及過嘅。但係監警會最近嘅報告就竟然只係輕咁帶過咗一句：警務人員在事件中使用了胡椒噴劑及警棍，完全忽略咗佢哋喺咩情況下使用呢啲武力。當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已經係喺電梯一個個跪低曬，並且用手擺曬喺頭後面。但係當時嘅警員就趕走咗嗰啲記者，令到佢哋濫捕嘅時候並冇人影到。佢始終認為呢份監警會嘅報告完全係避重就輕，將我哋打咗成為暴力嘅示威者，但係就忽略咗警報，將警報合理化。呢樣嘢會令到將來警察執法嘅時候更加有恃無恐，危害到市民。最後，我喺呢度作出一個訴求，要求警務處公布翻八三一當日非法使用武力嘅警員身份，並且要佢哋接受法律制裁同埋紀律處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咧，呢條聲帶我之後會 send 翻俾各位傳媒朋友嘅。咁跟住落嚟咧，我係想播六條片。嗯，要 send 啊。咁跟住落嚟播嘅片咧，我之後都會 send 翻俾傳媒朋友嘅。咁我哋逐條播啦。咁咧，跟住落嚟播嗰六條片咧，都係由市民同埋被告人士提供俾我嘅。咁當中可能係有粗口嘅，咁可能大家留意，即係要注意。
我打通了广场，等一个三五九十分，请大家回观的，请那一些老座离开，所有的嘉宾请回观台，还有两位副手。Thank you.
好，咁咧啲片段就已經播曬嘅啦。咁我之後會send 翻俾全部朋友嘅。我搬一搬個電視啦，等一等。咁喺進入記者提問環節之前咧，咁最後就由到由我發言啦。咁我咧就係、林兆斌阿 Ben， 就係旺角東嘅區議員，咁亦都係太子站旺角警署呢一個範圍嘅區議員。咁我亦都係油尖旺區議會保安事務工作小組嘅主席。咁我就有三個回應嘅。咁第一咧，就係呢一份報告係極度主觀，而且係有預設立場嘅。咁大家如果有望過呢份報告都知道咧，佢有好大部分嘅篇幅都係去批評示威者，話佢哋好暴力啊。而佢嘅字眼咧係好主觀嘅，例如佢會用到暴力示威者，亦都會用暴徒，甚至有一段咧佢係話示威者窮兇極惡。咁見到啲字眼係相當主觀。咁而你睇完份報告，你會覺得佢係有預設立場嘅，佢會覺得警方其實係冇乜犯到大錯，咁極其量都係啲行動嘅策略啊，或者公關上咧係有值得改善嘅地方。咁而針對翻太子八三一嗰個段落咧，嗰份報告係盲目去相信警方好多執法上面嘅判斷嘅，例如喺車廂入面根本係分唔到邊啲係示威者，邊啲係普通乘客。咁而我哋社會就成日批評警方係冇差別去襲擊市民啊嘛，咁而警方就所謂解釋就話佢哋有專業嘅判斷去判斷邊啲係示威者，邊啲係普通市民。咁而監警會咧又盲目去相信咗警方呢個說法嘅喎。咁而另外監警會個報告咧亦都係有回應嗰個有冇打死人嗰個指控啦。咁而我哋都知道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冇成立啦。咁監警會在沒有嚴謹的調查底下，又是盲目相信了警方的講法，說太子站八三一沒有打死人，甚至乎監警會呢，他是用一些常理，一些所謂的推理去推測，說如果死了人，那有僱主，有這個業主啊，有朋友啊，家人會講的嘛，即他就是用一些很簡單的一些思考呢，就論證了沒有死人。咁根本係完全係草率，係盲目撐警，係冇經過調查就得出呢個結論。咁而第二點咧，我想講嘅就係個報告咧係無視咗當晚警方嘅一啲暴行，係選擇性喺份報告去描述一啲事情，一啲好經典嘅場面喺份報告係揾唔到嘅。例如頭先幾位都有提到啦，就係、喺個扶手電梯嗰度咧，其實頭先條片都有影到。警方在扶手電梯那裡是噴胡椒噴霧啊，拿警棍去打啲示威者，甚至乎是會在上層行落下層的時候咧，會踩啲示威者。咁呢一啲資訊咧，喺份報告是完全冇提及的。咁而很多時候警方的一啲執法行動咧，那份報告是完全不質疑有冇使用過份武力的，就都是盲目去撐警。咁甚至有啲段落咧係好離譜嘅，一睇就感覺到佢係企圖合理化警方嘅行為。例如咧喺12.82至到12.86段咧，就係講緊警方其實係兩次去阻礙救援嘅工作。咁一次好似係阻礙咗14分鐘，一次係16分鐘。咁而監警會咧又係盲目咁樣相信咗警方嗰個説法啊，甚至有一段咧好離譜嘅，佢話，在消防員在場的情況下，即使沒有救護員，理應不會對傷者的治理造成延誤，是完全是合理化緊警方係阻礙救援。咁而第20頁嘅 D 同埋24頁嘅 C 咧，佢都係無啦啦去有一段就話警方係冇對記者使用武力，同埋冇拘捕有一對跪地的男女。咁佢無啦啦係會有啲段落係寫咗呢啲句子咧，咁我覺得個動機好明顯，就係為警方去護航。咁而最後一點我想補充咧，就係嗰份報告提出咗8個建議，嗰8個建議咧，全部都係要警方檢討啲行動策略啊，檢討檢討檢討，
甚至乎係講緊啲公關上去改善一下，咁完全係冇回應過一啲警暴問題，同我哋嘅民意係完全係脱離嘅，係非常離地嘅呢啲建議。咁而佢其中有一段咧，12.79就輕輕帶過咧，就話如果有違法違規嘅警員咧，監警會會期望警方會跟進啊，期望警方會調查啊，會去制裁佢哋啊，就係寫咗一句咁就算啦。咁成份關於太子站831嘅篇章咧，絕大部分都係撐警同埋批評呢個示威者嘅，係非常之離譜。咁最後咧，我就想講啊，我自己嘅一啲未來可能會跟進啦，又或者我嘅建議，因為我咧就喺區議會大會4月16日咧，其實就動議咗重組警隊、停止濫捕嘅。咁新聞稿後面咧都有寫到嗰啲詳細嘅動議內容。咁我自己嘅訴求咧，其實好簡單，亦都係成個油尖旺區議會咧17個民主派議員嘅共同訴求嘅，就係獨立調查。在整個反送中運動入面，有沒有警員是使用過分武力？如果有的，就交去法律制裁、刑事去拘捕他們、去制裁他們。另外就是改革區議會改革這個監警會。因為監警會大家看到就是一個啦啦隊，完全是撐警會，真的有需要要盡快改革這個監警會，例如是加入一些民選代表，令到整個監警會咧就唔係純粹係特首委任啊，喺度維威維小圈子開會，同埋要俾翻一個調查權力監警會，等佢哋係真係有權咧，係去即係可能係揾翻啲示威者啊，揾翻相關嘅乘客咧去調查翻件事，而唔係依家監警會好似一個時事評論員咁啊，佢其實冇實際嘅調查權力，就係睇完啲資料。我就相信警方完全是很荒謬的，這個制度。而另外一些建議呢，就是去重組警隊，因為現在香港的警隊就是一個半軍事化，因為半軍事化的模式，特別是有這個速龍小隊啊，有很多不同的防暴隊，是有需要去檢討他們的一些編制啊，有沒有一些武力武器是過多呢。咁同埋我哋個議案其實寫到明啊，喺重組警隊未有結果之前咧，防暴隊同埋速龍小隊係應該暫停運作，甚至係解散嘅。咁好可惜咧，這個重組警隊停止濫捕嘅議案咧，喺4月區議會大會，DO 啊，即係呢個油尖旺嘅民政專員咧，佢就話我哋呢個議案係違反區議會職能，咁就不能夠去納入官方嘅會議記錄。但是我們17個民主派區議員呢，當日是真的在個會議室討論然後投票通過了的。我們認為這個議案是在區議會來說是真的通過了的，政府是不能夠無視的。所以希望呢，政府是盡快去回應我們民間的訴求。最後一點呢，我都想呼籲呢，如果各位市民是有太子站831當日在月台入面的影片或者相片呢，希望你可以提供給我，因為有一些被捕人士或者乘客呢，他們是正在跟律師是研究緊會不會循民事的途徑呢，是去追究警方的暴行的。如果各位市民是有太子站831的影片和相片呢，希望你可以提供給我，咁我哋就會同相關嘅人士啊、律師去再研究一下案情，然後再考慮會唔會民事去控告呢個警方嘅，係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進入記者提問環節。想喺度信報，想問一問翻幾位啦，即係你頭先講到即係個監警會報告其實比較偏向警方，想問翻就係監警會其實有冇嘗試去揾過你哋攞資料啦，或者你哋有冇試過主動向監警會？想問翻就係話，阿 Ben， 你頭先有講到話，即係想提倡翻個獨立調查。想問個獨立調查係咪即係等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咁如果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其實林鄭即係星期五講到明就話佢唔會成立。咁你哋可以點樣跟進啦？同埋都想問翻就係三位就係你覺得即係現 case 而家呢個狀況之下，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你覺得對調查翻件事件有冇幫助，有冇信心咧？去獨立調查委員會。你講先。
我答先啦。我個人而言咧，佢監警會寫呢份報告嘅時候係從來冇接觸過我啦。我亦都講過，因為我唔會向警察投訴課投訴，我唔信任呢個投訴制度，我亦都冇去過投訴警察課。咁監警會嘅制度嚟講，據佢所知咧，佢只係處理一啲或者審查一啲工作人士向警察投訴課作出嘅需要匯報嘅投訴啦，所以我係冇俾過任何資料佢嘅，佢亦都冇 reach out 話揾過我本人嘅。咁至於你個第二個問題係 ，sorry， 要唔講in case 如果真係有冇信心？係啦，係啦，我個人嚟講咧，如果佢今屆政府又好，內屆都好啦，或者乜啦，佢要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要人對佢有信心，首先佢嘅組成上，要絕對好似阿 Ben 咁講，最好係有民選嘅代表喺度啦，有啲有社會公信力嘅人喺度啦。第二，佢唔可以重蹈監警會覆轍，就係職能含糊不清，權責都含糊不清。根本要佢做嘢嘅時候，佢就話自己冇調查權，但係佢又寫到咁天花龍鳳，一味咁樣喺度詆譭折曲，將嗰個事情嘅責任放喺人民嘅一方啊，或者為政府避重就輕、為政府護航啊，絕對唔可以重蹈呢個覆轍咯。如果佢做到呢樣嘢嘅話，或者我哋會對翻佢有信心。好似會長所講啦，我都冇主動 approach 佢哋監警會，監警會亦都冇主動 approach， 因為其實大家都唔相信警察啊，或者入面任何嘅制度啊，因為大家都知呢個制度係自己人查自己人噶嘛。但就我而言，其實我覺得係佢哋唔會自己人查自己人，因為入面根本冇查呢樣嘢咯。佢哋純粹係自己打翻一篇偏頗警察幫警察護航避重就輕避開所有問題嘅一個機構嚟嘅啫。同埋你第三個問題就係、如果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相唔相信或者信唔信任佢哋可以幫你揾翻個真相？咁就好似會長所講，係要有啲民選嘅人啊，同埋要有公信力嘅人，同埋林鄭係講過話唔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但係我係覺得呢個一定要成立，儘管佢今屆唔成立，下一屆都一定要成立咯，咁先可以還原個真相，同埋改革成個整隊啊，入面嘅氣氛啊，個制度。第一個問題嗰度就都係一樣啦，佢哋嗰邊係冇接近過我去，即係去還原翻當晚嘅事情嘅。咁但係我想回應你第三個問題啦，即係有冇即係嗰個如果即使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可唔可以去幫助到成件事？咁其實咧當晚發生嘅當晚發生嘅事啦，甚至乎我俾邊個警員打咧，其實係有 number 嘅，咁係有記錄嘅。嘅無論警方嘅內部都好，定係我哋呢邊，我哋都有記錄嘅。咁但係就究竟有冇一個係公平公正嘅組織去，或者係一個主導嘅角色去安排成件事咧？咁我就好，咁我回應一下。我哋所講嘅獨立調查就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即係五大訴求之一嘅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你話林鄭佢就仍然堅決唔肯成立，咁但係我哋民間咧仍然都係繼續爭取呢個訴求嘅。林鄭喺舊年佢都話不會撤回呢個送中惡法，但係最後尾我哋香港人團結一致，最後尾都係爭取到林鄭去撤回呢個送中惡法嘅。咁睇翻歷史咧，好多時公義唔能夠可能喺短期內彰顯嘅，可能台灣嘅228啊，韓國嘅光州事件，都係嗰件事發生咗好耐，好多年後咧，先至係有機會去獨立調查，去揾翻個真相。咁依家我哋香港人就係要堅持翻我哋所信嘅一啲價值，警暴問題係每個禮拜都會發生嘅，即係尋日喺各區嘅商場亦都係有啲警暴問題。咁呢一件事，我哋香港人嚟緊一定會繼續係民間、議會各種方法啊、街頭啊、國際線都繼續去爭取，去向政府施壓，希望最後尾咧係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想追問少少就係點樣，即係有
有咩方法可以爭取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另外想問三位就係、是，即係你哋當晚因為警方執法而受到嘅傷害係包括啲乜嘢？可唔可以好概括咁樣講一講？同埋就係即係而家個傷勢係點樣？我講先啦。其實我嘅當晚嘅傷勢就我比較輕傷嘅，就純粹係我手臂啊嘅位置被警棍打中過啦，然後扯過頭髮啦，俾防暴警員亦都俾佢踩過背脊啦，俾佢踩住落去。咁我相信電梯下面有好多人，佢哋嘅傷比我更嚴重，甚至車站入面好多人都比我更嚴重。嗰陣時受嘅傷就係、是我背脊俾警棍打傷咗啦，跟住同埋我俾佢制服嘅時候就好用力咁樣樣去撳，即係用消防哥撳住我喺地下，咁然後我嘅左手嘅關節都受咗傷啦，然後我喺發生咗之後我都用咗好多個月去物理治療去恢復翻啦。回應翻點樣去爭取咧？咁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冇一個 model answer 嘅。我哋香港人只能夠用唔同嘅方法，議會、區議會、立法會，呢啲陣地，我哋嘅堅守啦，然後去施壓。咁例如油尖旺區議會，其實幾乎每一次區議會大會咧，都會討論到呢個警暴嘅問題。咁而5月26號嘅油尖旺區議會大會咧，就會討論呢個母親節嗰日嘅警暴問題啦。咁亦都係一個機會咧，係再次向警方施壓，係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而嚟緊立法會今年9月選舉，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議題，都係要啲候選人去回答啦，同埋都係形成一個壓力去俾政府。希望他可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而街頭啦，嚟緊暑假，我諗香港人嗰團火咧，應該又會翻翻嚟啦。即係個疫情又開始退卻啊，反送中運動又1周年啦。咁我哋會喺街頭嗰度繼續去向政府施壓。咁譬如國際線，咁我相信有一啲朋友都係做緊嘅，去不停喺其他國家嘅議會啊，同當地嘅政客去遊說啊，希望。他們去支持我們的訴求，去甚至向這個中國、香港去施壓。我想請問一位議員講到如何看待這個 IPCC report。 So, I guess I'll answer first. Regarding the IPCC report, I think it'svery prejudiced and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s I said, the IPCC did not gather any information from the victims of the events, no matter it's August 31st or July 21st. All these events are just reciting the narr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even whenThe IPCC is trying to cite evidence, so-calle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et, from the media, but as it turns out, it tends to take the narrative of the governments also, but not how the world describes it. And for me, just a rubbish. And I have no comment about the IPCC report, and that's it.Is it a fair description of what happened on August 31st? Yeah, we both of us think most of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incidents that are written in the IPCC report are unfair to all of us, to the people who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And it's not a comprehensive report in any sort. That would be all. Thanks. 有冇其他傳媒朋友睇問？係傾多。
喺冇反抗情況底下就被用警棍去殴打啦。咁我想問下，即係其實你哋係咪即係全部即係個情況係點樣？係咪真係冇反抗到啦？同埋即係同埋喺冇反抗情況底下，佢哋用咗啲咩武力對你咧？同埋第三，你哋講到即係防暴警員即係踩住你哋背脊咁樣落去啦。咁有冇講到其實你哋曾經有冇即係同佢講話唔好踩啊？定係佢哋都係照咁樣落去，即係冇知會情況底下咁樣做？同埋最後你哋而家有冇一啲嘅後遺症咧？即係經歷過即係發生嘅事件底下，即係譬如可能傷勢仲未即係仲未愈合啊，或者等等嘅情況。我哋成條電梯全部人都冇反抗過，連言語上嘅反抗都冇，冇話侮辱警員啊等等。而咁樣嘅情況下，佢依然係用警棍、盾牌、佢哋棍靴、胡椒噴霧，所有呢啲隨身嘅武力嚟襲擊我哋一班遵從港鐵廣播指示上離開車站嘅一般乘客。呢個係嗰晚喺嗰條電梯上面發生嘅事。至於佢踩落嚟嗰陣時，有我本人聽過有人嗌救命啦，因為踩緊落去啊嘛，就係咁噶啦嘛，條電梯咁窄，就發生咗呢啲咁樣嘅事件事件咯。所以你之後仲有一個問題係，即會有啲後遺症，或者可能經歷過即係個傷勢經歷過幾耐先？我個人嚟講，我比較輕傷。咁至於你話後遺症，都不便透露。Thank you。咁嘅情況，我就 skip。咁其實喺扶手電梯個位咧，我哋係有講過嘅。咁亦都叫佢哋唔好再踩落嚟啊！但係佢哋係冇聽，一意孤行。其實佢哋大可可以將我哋拘捕咗，然後將我哋安排到行出去佢哋扶手電梯上面嘅防暴警員，再落嚟都未遲。但係佢哋係好趕㗎，唔知佢哋講咩。跟住就係要一定要即刻踩落嚟，一定要包圍曬我哋啦。總之就好趕住咁落嚟，然後落嚟途中係真係撳住我哋啲頭啊、背脊嚟踩。亦都同佢哋講過話，我哋嘅空間實在太細，真係已經俾佢哋逼埋咗喺一個大概五米嘅 area 嗰度。已經冇位嘅啦，但係佢哋強意要落嚟，咁我哋已經同佢講咗話，唔好踩落嚟住，或者安排我哋出去先，但係佢哋係冇理嘅。當日喺電梯嗰度，其實大家都有講，即係有示意話唔好咁，因為嗰陣時大家都逼埋一齊，又噴胡椒噴霧咧，有啲人就縮咗喺下邊，但係警察又不斷向即係所有人去壓喺嗰個位嗰度，咁啊係爭啲有人踩人發生嘅。跟住咁再至於即係佢哋咁踩落嚟咧，其實我當時候喺嗰刻嘅感覺咧，我就覺得警察咧，即係喺使用佢哋嘅武力嗰個原則嘅時候咧，好似係冇一個嘅限制嘅，即係好似依家拘捕咗佢中意點對你就點對你咁樣樣咯。咁至於我自己呢個後遺症啦，咁我都啱啱都講過啦，即係睇咗好多個月嘅物理治療啦，咁啊再基於因為我嘅案情，我唔方便講咁多。唔好意思，補充多一樣嘢，就係關於條電梯上面發生嘅事，其實啱啱剛才我哋播出嚟嘅片段中，其中一段片亦都係喺電梯底部拍攝。見到當下嗰個情況係幾咁混亂啦，幾咁多人逼埋一齊啦，而啲人嗌緊救命，嗌緊唔需要噴我哋嘅時候，速龍依然係攞警棍打緊人啦，攞胡椒噴霧噴緊條電梯上面嘅人啦。咁呢啲嘢係有片為證嘅，呢啲片段可能未曝光過，但係希望曝光過之後，大家可以記得嗰晚有幾多人係受到呢個警報嘅影響咯。有冇其他傳媒朋友想提問？想問翻同學，個報告咧就用咗大篇幅，就引述警方就話用咗專業判斷去區分咗示威者同埋一啲換咗衫嘅示威者。咁就想問翻你當日嗰個親身嗰個睇法，就係其實警方有冇涉嫌啦，就係與一啲真正係市民路過嘅乘客而使出咗頭先所講嗰啲警告嘅問題咧？第二就係、因為你係索取咗CCTV片，咁想
可唔可以透露下其實片段入邊見唔見到頭先所講嗰啲可能有其他嘅市民係遭受到呢啲對待咁樣？我答咗第一個問題先啦，係噶。IPCC 份報告講咗好多次話，警方嘅專業判斷分到邊啲人係暴徒，邊啲人係罪犯，邊啲人係普通乘客。To be exact， 其實份報告講咗六次專業判斷同觀察啦，但 IPCC 係冇解釋過何為專業判斷，而警方所有公開文件都冇解釋過佢哋嘅專業判斷嘅準則係乜嘢㗎。咁off topic 啦，可能呢個正正係我覺得監警會份報告做得非常不足嘅地方之一。佢冇解答到市民一直以嚟嘅疑問，就算佢想為政府辯護嘅警隊辯護，佢都做得好差咯，辯護得好差咯。呢個係監警會嘅不足之處啦。至於有冇普通市民係受警隊被當晚被警察濫捕的問題，由我本人已經是我那晚真的普通乘客，而身邊都很多人是普通乘客，正如剛才所說遵從港鐵指示離開車站。根據監警會份報告，他自己都寫10:53的時候港鐵宣布鎖閂車站，然後去到11:10的時候警察已經進入車站嘗試封鎖整個站。由此可見，警隊當晚的策略咧係荒謬嘅，係無路嘅。咁佢一邊叫人疏散，一邊又封咗個站。咁我哋啲乘客可以走去邊呢？然後佢就自稱佢有專業判斷，將佢眼見所有想拉嘅人都拉曬。正正因為咁，我哋三個今日先迫於無奈要坐喺呢度講翻我哋當晚發生嘅事。呢啲嘢其實隔咗咁多個月，我相信大家記憶猶新嘅，係啦。至於你話我攞咗我申請咗部分 CCTV 啦，咁法庭都將出咗法庭命令，叫港鐵交啲片俾我本人同我嘅司團都去觀看，作為我民事索償嘅證據之一啦。咁至於我喺入面睇到啲咩咧，係好抱歉，正如我早前透過公開渠道嘅社交媒體同大家講過，根據法庭命令，條片嘅所有內容我不能公開，不得詳述與民事訴訟無關之事項。呢個係現時的情況咯。當然我本人是會繼續去做呢個民事索償的程序的，我相信有下一步消息的時候大家都會見到。我也想回應一下個專業判斷，如果大家是有看過關於太子白山一當晚的一些直播，你就會見到警方根本是無差別去襲擊的，入去車廂亂咁噴胡椒噴霧去打人，在那個扶手電梯的一幕也是很經典的，整班市民他們就被警方去圍住，跟著喊了救命，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下，警方仍然是在揮動警棍去不斷打人，用胡椒噴霧去噴人，剛才這段片都清楚去描述了，完全是不可能的專業判斷，就是在當我們香港人是沒有腦的嗎？就是根本不可能是透過一個即係肉眼去，除非你嘅眼係即係有 X 光機，可以分到話邊啲市民係示威者啊，有武器啊。因為我哋睇翻當晚嘅片，佢真係亂咁打人，無差別去襲擊市民。嗰、那個專業判斷啊，係得可能得監警會先會信咯。想問翻三位爺嘅情況係介唔介意講下你哋被控啲咩罪啦，同埋有冇人已經係踢保成功？覺得當時係咪自己係被濫捕咧？第二個就係想問一下，因為前日監警會都話咧，關於八三一事件咧，就係得4宗投訴啦，只係得一宗係喺太子站入邊。你哋有冇考慮過進行喺現時唯一嘅投訴機制度進行投訴嘛？如果唔，同埋點解覺得呢個投訴嘅數字會咁少？係咪唔相信呢個機制咧？第三就係、是、前日嗰梁定邦都話啦，如果監警會需要調查能力，就要社會判斷啦。咁你覺得如果政府俾咗一個調查嘅權力，監警會有會唔會成功調查到事件嘅真相咧？定係都係會要求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我答咗最後一條問題先啦。OK，我覺得無論監警會的職能啊、職權如何改變都好，一它的組成始終是由行政長官任命啦，如果沒記錯的話。第二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作為五大訴求的一樣，即使我們是其中一晚、其中一件事的受害人，我們亦都沒有一個資格、沒有一個權利去說我們覺得不需要獨立調查委員會。這個是香港人的 common ground， 我們是絕對同意的。至於另一個問題，sorry， 你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踢保。我踢保係本人係踢保成功，亦都冇被警冇俾個證書或者冇被警署警隊警務處檢控嘅，係啊。係嘅，我哋三位其實目前都踢保成功嘅，係啦。覺得自己都係係咪攬下？絕對係啦，好似今年會份報告所講，佢拉嗰個馬太接手拉咗52/53個人啦，佢最尾到目前為止佢有去檢控工作嘅得兩位，其實都證明咗嘅，原來嗰50位到嘅被捕人士，即係同我哋三位，包括你三位啦，都係濫捕嘅受害者咯。再重申一次，我哋講話只係一個搭地鐵嘅普通市民。他基於他這個荒謬的所謂專業判斷，將我們拉入犯差館，為我們打理金錢、時間、健康等等的損失，這件事是正正是我們一路追究的事，我們都想大家將 focus 放回在這麼多個月以來遭受的啲無理濫捕、遭受警察暴力對待的人士，為我們、為大家爭取翻個公義。仲有冇記者想問問題？最後問多次，仲有冇記者想問問題？如果冇嘅話咧，我哋今日嘅記者會就嚟到呢一度啦。多謝大家。如果有記者想之後問你哋 ，OK 嘅。咁咧，頭先啲片咧，咁啊點樣俾大家咧？咁我助理就派緊啲 QR code 俾大家，咁啊 do 一 do 咧就去到呢個 Google Drive， 咁然後就可以 download 翻頭先播嘅片同埋聲帶嘅。咁頭先我漏咗拎個牌，嗰個聲帶嗰位被捕人士叫做 Luca L U K A， 就頭先個聲帶。記者朋友記得攞個 QR code 咧，就 download 翻啲片同埋聲帶嘅。或者我問一問，有冇記者朋友係想留低去訪問翻啲被捕人士？如果有嘅，可以過嚟。太多人了。